祝贺你，演出圆满成功。再多说两句呗。你想让我说点什么呢？至少嚷嚷两句也行啊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给你当枪使啊？谢谢你陪我打球。是不是在你们所有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混蛋？你让一个混蛋去评价另一个人是不是混蛋，你觉得这事靠谱吗？你知道你最让我惊讶的是哪件事儿吗？就是你说你设计这么大一个局，然后演出这么成功，你应该不是这个状态，应该很嗨呀，是不是啊？你应该很高兴，享受这个报复的快感。因为我看你现在觉得这事儿做的没什么意义，是吧？是啊，有意义。我觉得你还真不是一合格的混蛋，真混蛋是伤人不伤己。我伤己了吗？我挺好的。慢慢好，慢慢好。不许走，留下来陪我。好啊。让他陪你。进来找着了，你赶紧睡吧啊！啊，好，看来还是你了解他呀。喂，喂，你妹妹找着了啊？她在哪儿？酒店。人没事儿。你如果敢趁他见个面吧，你选地方。到办公室。好。Thank you.